主料：豆腐皮250克，辅料：葱花、排骨汤100毫升，料酒、酱油15毫升，白糖、大料一到两颗，香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锅中添入清水烧开，放入豆腐皮煮烫片刻，捞出过凉，沥干水分，将豆腐皮切成方片状备用。锅内放入排骨汤，并加少许冷水烧开，放入六月鲜酱油、料酒、白糖、香油糊大料，下入豆腐皮煮熟入味，捞出沥水，放凉后装盘，撒上葱花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：一、豆腐皮先进行煮烫，是为了去除其豆腥味。二、此菜做完后最好立即食用，如果放久了，豆腐皮会变得干硬，影响口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